但伊利书第七章一节，巴比伦王逼撒撒管理，但伊利伫城里做梦，看起脑中的异象，就记录这个梦，讲起其中的大意。但伊利讲，我们是看起异象，看起天里四面的风忽然起，吹伫大海的顶面。三节，有四只大兽对海里起来，款式各有无同。头一只亲像狮，有鹰鸟的翅。我拄观看的时阵，兽的翅就飞起来，就对地面得着浮起来，用两只脚徛起来，亲像人一样，搁得着人的心。五节，搁有一只兽亲像熊，就是第二只兽，挺起身体的一边，嘴起来含着三支血骨。有吩咐这只兽的，讲起来吞食坐坐吧。后来我观看，搁有一只兽亲像爸，脚只有鸟的四只翅，这只兽有四粒头壳，搁得着冠病。七只，后来我伫迷视的印象中观看，看起第四只兽真是通惊，极其强壮，大有力，有大支的铁器，吞牙铁嘴，所剩的用脚吞打。这只兽甲前三只兽无相款，头有十几角，我拄观看这角，看起迄中间，佮发出一支细支角，中正的角的中间有三支角。在这支角的头前，连根和伊背起来。这支角有目睭，亲像人的目睭，有嘴在讲大话。九节，我观看，看起有宝座设立，顶头坐的对古早就有的，伊的衣服洁白亲像雪，头毛亲像真清洁的羊毛，宝座就是火焰。伊的轮亲像烈火，对伊的面前有火亲像启发出，释放伊的有清清，在伊的面前跟随的有万万。伊坐咧要行审判，册拢掀开。十一载，迄时我观看，看起迄只兽因为世纪甲讲大话一声受胎，身体损坏。迄伫火里烧，其他的兽官兵拢死了，性命却犹原留地。直到所定的时甲日期，十三节，我伫面试的印象中观看，看起有一个亲像人的款，坐天顶的云来，就带到对古早就有的一面前，得到官兵应邀国度。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拢服侍伊，伊的官兵是永远的，袂无去。伊的国位的确无败坏。十五节，论到我但伊哩，我灵伫我内面求欢，我脑中的异象予我惊吓。我上近一位徛伫边仔的，问伊遮一切的实在，伊就甲我讲。用迄个事的讲解，甲我讲明，这四只大兽就是四个王，要对地面兴起，总是至关者成的百姓，要得到国位享受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十九节，迄时我爱知第四只兽的实在，伊为虾米甲迄三只兽的实在无相款，真是通惊。有鐵的嘴齒，銅的咬，吞牙鐵嘴，所剩的用腳吞打。頭有十支角，甲迄支另外發的一支角，在這支角的頭前有三支角，受伊拍落。這支角有目睭，有講大話的嘴，款式強猛，
赢过伊的同类。我观看，看起自己甲甲神的百姓争战，赢因，直到对古早就有的来，甲至关只的神的百姓伸冤，到神的百姓得到国位的日期到。第三节，迄、那个徛伫边仔的安尼讲，第四只兽。就是地面要有的第四国，跟一切国无共，要吞食全地，佮吞大铁嘴。轮到迄十几家，就是对这个国内要兴起十个王，后来佮兴起一个王，佮前个无共，伊要制服三个王。如果在，伊要对至关者讲夸大的话。要接我至关者的圣的百姓，想要改变祭祭和律法，圣的百姓要交付伊的手，一期后、两期后、半期后，然后审判者要坐位行审判，伊的官兵要受夺去、毁坏、灭绝到彻底，国度官兵。甲天的这个国的大权，要赐予至关者的圣百姓。伊的国是永远的，一切掌权的拢要服侍伊、顺从伊。遐事到这结局，轮到我等伊哩，心内真是惊吓，面也变色，却将遐事记伫心内。